先生曾说，天下心，万民安乐。你即便劳碌，心绪依旧通达。天下乱，纷争无休。你纵饮山林，难免胆战心惊。此次重逢，定是巫之命数指引。神游，独行其道，此乃戏要归凡。事关虚恒苍生，先生的病我便不可不管，一直虚和算是拯救先生的唯一希望。诸位请与我同往，有事知会我便是。啊呀，生灭之道，流转恒常，风起赤风流火，阴阳相合。姐姐，如果说血盒被放在某座工房里，倒也合理。血盒我志在必得。果然是你，林光。你不过是被救人的偏执愿望左右罢了。我不会纵使任何人牺牲。异想天开。Thank you.